滑轮溜冰，陆地版的溜冰运动。十八世纪荷兰人为了想在夏天也可以溜个两下，就发明出木条为底座的陆上溜冰鞋。后来经过人们不断改良，二十世纪终于出现直排轮啦。而随着喜欢溜冰的人越来越多，各种比赛和规则也都纷纷出炉，像是竞速滑轮这种跟风一样的比赛，一路从起跑到最后终点冲刺，胜负往往只有零点几秒之差，快到要用电脑才能判断输赢啊！2017台北市大运，你准备好了没？